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从生活用品、家电电器，又或是保养品、PS5 主机，平常下不了手的，现在通通打折，就是要抢双十一购物狂潮。我觉得虾皮界面比较直觉一点。PC Home 会用的只有买电脑周边，就是因为它有二十四小时到付。买这个东西，我当然也会去各平台上面去看，去比较说哪个平台比较优惠，然后免运。民众抢便宜，可是如意算盘打得精。PC Home 被统一入股后，首度亮相迎接双十一，把优惠力道再加大。还是长线看好台湾电商的发展，那也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交易，能够充实我们的营运资金。本地的电商，我们会更深耕本地的服务。PC Home 今年总回馈金额破亿元，超越过去，恐怕就是因为对手雅虎奇摩、虾皮来势汹汹。借由跨业的结盟，串联线上跟线下，今年我们特别。也结合了 Seven Eleven Open Point 的千万点数生态圈，我们推出了会员的这个 VVIP 的购中心汇集体验。我们观察到最近有疗愈直播的这样的一个趋势，所以我们在双十一特别打造了鱼菜共生的疗愈直播。除了 PC Home 大撒回馈，雅虎奇摩购物更锁定夜间消费潮跨业联盟，而虾皮则靠着零元免运超杀优惠来迎战。另外，近年来有韩版亚马逊之声的酷棚也寄出满千折200等优惠。淘宝的加码是针对所谓的一个团购主啊，跟这种所谓的一个集体采购互捧。那今年来说的话呢，其实也都有在持续加码，针对所谓的韩系产品，某某在透过所谓的电视啊跟电商之间的整合呢，有大量的消费者在购买的意愿是跟着提高的。比速度还要比便宜，各国电商平台看准双十一年度商机，打着促销，样样都来。三选张小刘副词台北报道。